屯門醫院今年先後接獲兩宗主婦拖地的時候被割傷肌腱個案，估計同拖把手柄的塑膠斷裂有關。通常受傷就是因為使用者呢就用力咁去按壓呢個拖把，尤其是喺個拖把嘅末端嘅時候啦，咁隻手係因為過度用力呢就穿過咗個保護套，而令嗰個金屬拖柄呢就會刺入或者係刺穿咗隻手嘅。喺我哋接收到嘅個案呢，冇一隻特定嘅牌子係有呢個受影響嘅，但係好多時候都係一啲拖柄係金屬把啦，但係有一啲膠嘅保護套喺嗰個尾端嗰度，咁但係好多時候呢啲膠嘅保護套呢，佢嘅品質欠佳啦，就好多時候呢嗰個金屬柄就可以穿過呢個膠嘅保護套，而令到使用者呢嗰個手有受傷嘅情況。唔想好似佢咁无名指留低疤痕，医生建议买有品质嘅地拖，同避免大力按压手柄顶部位置，改为手握手柄较下方嘅位置。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